我是姐姐，我俩姓不同，但是我们是亲姐妹。我跟妈妈姓，和姐姐跟爸爸姓。我拉二胡，我妹妹弹古筝。我还在妈妈肚子里时候，我和妈妈一起听古筝，所以我决定弹古筝时候，妈妈一点也不奇怪。2000多年前，在中国有一个人很喜欢弹一种乐器，他的女儿也很喜欢弹。有一天，姐妹俩争着弹琴，琴断了。没想到琴断的比本来的琴还好听，姊妹就叫这个琴筝。我喜欢古筝，因为我可以坐着很舒服。我也喜欢它的音乐，很好听。我觉得我的小手就是像在跳舞。我一直在学钢琴，但是我看妹妹学古筝，她经常出去演出，我很羡慕，所以我想，如果她学古筝，我就拉二胡吧。我妹妹刚开始弹古筝的时候，看着太容易了，但是我拉二胡的时候，我总跑调，所以我妈妈在网上找二胡名曲，让我一边听，一边拉，一点点练习。我妈妈说，我们合奏时候是最和谐。我的古筝明快清亮，我的二胡低沉缠绵。民乐小姐妹。